在座各位法师慈悲，咱各位居士、各位莲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咱请放掌。啊，咱这个时间在过真紧，咱莲花法会呢，已经进入到第四天。那么在这段期间呢，咱每一个莲友，会当讲非常虔诚，也非常配合。那咱这次呢，要来做咱作者是方来信众，无共款的途径，用共同在咱台湾教联社来共修发挥，用来共同来参与着这个修行庄严这个途径，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段修行的因缘。那么这个因缘呢，当然呢，咱来感恩着。十方三宝，正摄着咱莲社，以及呢咱各位莲友的这个扶持甲信任。那么最主要呢，是咱拢共同呢，希望在这个道业上会当来精进，也希望讲呢，咱这个烦恼最终呢，透过着上经拜忏呢，会当得到清凉，会当得到解脱。当然，要得到清凉和解脱的，便是三句话，就是当解决的代志。这是要真正功夫，甲真正一个修行体悟，才会当究竟的智慧。为什么讲这不是三句话？嘛，不是讲咱简单三五天的发挥呢，就用代表着讲咱有啥物种的境界，嘛未必的是啊。当然，有人来坚持，是更加执着的。有可能在刹那间，或者是一天乃至一礼拜时间，得到急救解脱，这是爱非常非常上坚持来坚持的精神。卡说哪无呢？咱必须要呢老老实实、踏踏实实。咱这五天的这个莲花法会呢，是在聚焦着咱的信念，聚焦着咱的神经。希望讲咱在日后会当抱着共款。恭敬热心的心情呢，来参与着咱的发挥，甲是修行，这是上大天嘛。所以呢，过去有一个公案，有一位将军呢，伊率领着这个千马万军嘛，哦，在这个阵地呢，在沙场上，在战场上呢，杀敌无数嘛，战功赫赫。那讲呢，每一次呢，这个。阵经嘛，率领着兵将嘛，每一间呢拢阵营，从来呢毋捌惧怕着任何代志，毋捌惧怕着任何的即个敌人。但是呢，这个将军啊，伊本身有一个习惯，伊正珍惜着即个孤独，所以呢，伊去收集着足济孤独。哦，孤独满处惊。那有一届呢，都在这个阵地倒转来时阵呢，伊想讲会真久、真侪天无看到伊孤独，在迄孤独室内底呢，揢一个地库，足珍贵一个地库，揢出来伫遐欣赏，哦，伫遐吟诗作对，因为呢，伊去感受到呢，在这个阵地。的时间呢，伊从来冇惧怕过啥物代志，但是呢，伊冇安尼清清静静，安尼安安稳稳呢，在厝内底呢过日子。但是当伊咧冷静的时阵呢，这个地沟啊，一个无小心嘛，这个地沟啦，遐么拍卡了，因为是一个足珍贵的古董。我拍到了时，心肝内才惊一跳。虽然呢，又动作真紧，真灵敏呢，把这个地沟救起来，但是呢，已经啊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因为地沟是足珍贵、足珍贵，伊保留足久、足久的时间。伫咧要拍到了迄个呢，伊安尼惊着，伊想讲，伊在战场当中呢，带领着千军万马。杀敌无数，从来不安尼
行进看过，竟然迄一支帝国行过，伊着深深去体会，到底咧行啥物？一支帝国竟然会让伊行出着规身躯汗，伊讲咧，这种感悟对伊来讲实在是不应该存在。所以咧，为着要超越着这个境界，伊安怎做？从帝国往帝国看。因为有德有德有失嘛，啥德有失，竟然去惊着家己啊！因为爱啥物，因为想要得到啥物，就失去了某方面的自由。因为伊足跨了，伊这个珍贵的古董甲帝国，唔敢保留掉，因为愈执着，内心的愈痛苦，愈惊伊，愈惊失去着伊的尊重。所以这个将军呢，为着要超越着这种境界，伊从把这支珍贵的古董帝国呢弄破。为什么要来弄破？是帝国破，还是偶像破？是这偶像偶像破掉，不是帝国破掉。帝国本来就有心，这个心才是哪？所以难调难服啊！所以为着要调服着伊这个。无名的罪状，甲这个跨海得失之心呢，伊从这种地方讲，这是一个讲的。那另外呢，有一对是生意人做生意，那么也搬山过岭做生意，那么咱们啊爬过一条山到另外一个砖头，一个砖头到一个砖头呢。这个中呢，要经过一座山，那么两个拢安尼担一挂只日常生活用品，翻过一条山呢，到对面这个砖头去做生意。那其中一位呢，就开始安尼耳听面对咯，用这山脚管要创啥？啊，爬到这点，安尼搬山过岭安尼去做这个生意。只不过咱赚着这淡薄仔钱，这辛苦要创啥？伊就安尼想。伊讲这实在是哦，这付出这大，得到这少。啊，另外一位呢，伊就咧想讲，这山吼，咱这低吼，若搁较悬，搁较好。伊安尼想啊，若山若搁愈悬，是不是愈无人要行，愈无人要爬，啊，生意都会孤门独起，哦，中包中折。我现在想讲，这山新建，人搁较悬，人嘛搁较好。两种人，两个人面对着同款的境界，但是有无同款的心情？这就是代表着讲，咱到底咱的信念是啥物种的信念？去面对着咱的人生，咱所得到的果报，就是照着咱的信念在行。所以，在头一个公案的这个中国的公案。叫做得失心，咱愈想要得到的，失去的愈多。尤其咱在道场当中呢，为大众服务，在道场当中呢，咱会晓付出着咱应该付出的，这是咱的。所以咱去感恩着讲呢，在每一个当下，每一个呢，予咱这个具足的信心，予咱机会。甲大众结缘，毋是呢？咱有啥物执着？较大量咧去做啥物代志，并且做咱感恩一切众生，用感恩的心去回馈。那么去感恩的时阵呢，我们才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这么的渺小。所以呢，我们可能什么，这个杀敌无数了，也就是讲呢，咱对这个世间无啥物惊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很难掌握的是我们的念力。两条得失心左右了我们，让我们不很快乐，让我们不自在。那么第二个公案呢，代表着讲呢，虽然在同款的环境内底，但是每一个人所用的智慧无同款，效果都无同。因此呢，咱即处即个用方法会。同款的法会咧进行，有个人就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，
来上京拜朝，有人就面头面角，爱开口坐坐，啊，要怪啥？怪咱无法度去含糊着咱内心的烦恼，就得失心过重，伊出来面头面角。同款的道场，有人会当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。一切呢，唯心所造，唯心所现。你若要过得欢喜、过得快乐，啥物人拢无法度甲你阻挡。啊，你若要过得烦烦恼恼，安尼坎坎坷坷，嘛是家己做啦。快乐也好，悲伤也好，该在咱一念间。那么为什么有这种的经验？咱的心念、咱的意念，面对着咱的法尘、意根啊，面对着法尘啊，产生了种种的挂碍跟执着。所以一个道场，一个法会呢，这个欢喜心会对啦。从感恩跟恭敬，一切法在恭敬中求，若有恭敬心，你就得人对咱的敬重，咱就在这个佛法当中呢，用佛法的法水来洗除掉咱的烦恼，洗除掉咱的热闹热闹。你看一个人咧心情，伊规身躯是安尼，像咧火烈烧。这个人啊，心情轻松，参像清凉地啊，快快乐乐。所以照理呢，咱已经进入到第四天的这龙鸿波场这个法会，我们应该是获得了清凉，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不动地了。那你就从欢喜地已经把它带动带入到这个不动地了呢？不动地叫做如如不动呢？何为如如不动？面对着一切得失，一切的毁誉，一切的赞叹，心不染浊。为什么？我们只有一心祈求解脱，祈求忏悔。所以我们应该照着这个忏悔的这个意义，将咱的心量带入到第八不动地，然后呢，继续用功，继续精进，然后进入到这个定感、妙感，乃至到这个圆觉地，究竟成佛。这绝对有无量的功德。那么这个功德呢，在于我们能够掌握，我们能够把握。所以接下来呢，将近还有一天的时间，我们大众呢，一定要用全部的精神、全部的力量，庄严我们的道场，庄严我们的道场。那么要让来庄严本尊，第一，保持道场的庄严宁静。希望呢，咱每一位来参加咱的道场法会，能够亲身细语，想要是能够敬语。第二个，那手机啊，讲电话，尽量把它关机或者静音，不要吵到人家。这就是护持道场，这就是护持众生的心量。好，护念大众，当咱的护念大众时，我们就护念到自己的道业，已经跟众生结善缘。那某些患者懂得那个动作已经怎么样？感恩大家，这是第一。第三呢，在整个的道场仪式的进行，我们抱着欢喜心，以最快乐、最欢喜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呢，跟大众结法缘，这是第三。所以接下来还有一天的时间，那我们在明天的圆满日，我们会请见于伽堰口，那你希望在咱用弘法的这段期间呢，把我们最恭敬、最虔诚的心呢，来回向给咱的累世父母，乃至万亲世祖，乃至贵重的神灵，包括的呢我们的一切的师长，曾经教育过我们的师长、我们的师父，我们都把我们最恭敬、虔诚的心，借着于伽堰口这样的一个普施法会，能够来普皆回向，大地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，都能够离苦得乐。所以呢，希望大众呢都能够来共襄盛举，哇！咱的护佛
西、波德乃至波密，哦，也有米啦、圆桌啦，种种一些古诗，都欢迎大众来学习。我们将这古诗啊，这些贡品，包括米呢，我们在圆满之后，我们也会舍给或者一些孤儿院、育幼院，或者一些清寒的家庭，把我们的联欢法会的这个意义啊，皆能够明扬两利，能够明扬两利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也跟各位呢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意义，希望咱大众呢能够共同来参与，来共同来参与，也让这个法会的庄严呢分享给大众，让大众呢得到最就近、最安详、最自在的解脱。好，祝福各位，阿弥陀佛。